有人话我讲说话太过直接，同埋喜怒形于色。不过我觉得咁样冇咩唔妥啊，起码唔使咩都转弯抹角，又可以悭翻好多时间解释，仲可以避免咗好多误会添。唔系一定要不停咁讲嘢噶，做朋友又唔好开辩论大会。不过咧，其实我都好中意同朋友倾偈噶。但系如果当我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咧，我就会中意听人讲嘢啦。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打开收音机啦，咁里面又有新闻又有音乐听，你话几好啊？沉默本身都可以代表咗好多嘢噶。你唔信我试俾你睇啊！呢边啊，曾经好介意人哋点睇嘅，不过其实每个人观点与角度都唔同嘅，所以我觉得人哋讲乜嘢系唔需要咁介怀嘅。不过其实所有呢啲布景啊、服装啊都系辅助嘅啫，仲要靠好多嘢相辅相成，先可以达到一个理想嘅效果嘅，但系。其实最紧要，我都觉得系做好咗自己先。坚执真我，蓝洁瑛。